Hello，哎，哎，怎么样？律师吗？会了，对，律律师师，吗？没错，没错，就是律师，没错。律师，我大概嗯，跟你讲一下刚刚发生哎哎哎，的过程。哎，啊，警官，我可以跟我律师讲吗？还是等他过来，我现场跟他讲？啊，律师是这样的啦。哎嘿嘿，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整件案件的过程哎呢，呦，就是没问题。警察现在怀疑我杀人呐之类的，就是逃犯呐。那当下吼。我的情况哈，我在餐厅里面听到外面有烟火声，我就跑出去。我 OK。跑出去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个穿全身红的冲进去，然后呢，他好像往前门跑，但是我不清楚那个人有没有离开餐厅。然后呢，我就走出去就被警察上铐了，大概是这样，哦，就那是你为案什么件身过上程。会有烟硝反应呢？哎，警察刚刚有问我，我跟他说。我跟你讲啊，不要这样。你身上有烟哎，硝反应，然后呢，那个弟弟呢，身上又有弹孔，你这怎么办？还搬烟火？你是不是射子弹出去啊？不，律师，那我跟你讲，刚刚警官问我为什么会有烟硝反应，我刚哎，刚说我在厨房炒土豆，然后呢，再加上我离开的时候要出后门的你时还候。不如这样讲，你说你在厨房炒土豆呢，炒一炒。然后呢，煮蛋喷出土豆喷出来，喷到弟弟身上算了。然后呢，我要从后门走出去的时候，不是刚才不是讲到有一个人快步跑进来，哎，这可能是他，我怀疑啦。那所以他哦，身上的味道跑到我身上了，有可能。我可以不接他这个跟警察说，我旁边有一个人吸烟的话，我身上也有二手烟的味 我可以不接这个 case 吗？好啦，我过去看看啦，我过去看看啦。我跟你说，我好好打这休通电息，怎话么用在意给床你啊，上律你一师。直我只是比看起你的外嘴卖巴超有多市？厉害OK，OK 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昨天，最后的结果我是不在乎的。我在警局吼，我我跟在警局你讲，你吼。请天王老祖可能也救不了你啊。嘴巴嘞，嘴你去死啦，苏比达。啊，你先来吧，你先来好警了，局拜吧。拜拜拜拜拜，你到了打电话给好，我哦。拜拜。那个不好意思，警蒋律官，师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警官，我可以跟我的被告树下谈一下吗？哦，这是你的律师没啊。错，哎，没错，嗯，谢谢警官。哇，输定了！怎么？你刚为刚什么会知道我不是？表弟，现在只要两种办法，第一种呢，装智障。我说你呢，有点认知障碍哦。然后呢，说有这个数学出条，然后呢，三不五时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个有没那个一些状况你搞不太清楚哦。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自己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我等下会给你一些暗示，cue 你一下，然后你就开始装智障。我然后跟你另说，外一种办法呢，就是跟他认罪，哎，认罪协商，哎。我跟你说，我说不，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哦，我有没有进去哦，你都有律师费，但是 OK，哦，没有进嗯。去，律师费至少会有10000。不可能没有进去，你做梦是不是？不，我这看你多厉害嘛，蒋律师，你平做常梦，不是很厉害？你做梦！我跟你说，你这是绝对哎，进等去！下，等下，我听哎呀，到隔壁在说是到底什么目击证人，搞不好没有目击证人。你没有靠你没有的没有，嘴因吗？为目击证人就是我。推荐的经过啊！上面目的，因为目的真的现在在这里。那蒋律师，你想讲什么？嗯，我想问一下哦，你们这个现场有这个第三方目击证人吗？哎，有的，有的，什么要跟时候？他对质一下，是不哎，是？我可以，我也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那个这个被害者呢，说怎么说的呢？这个被害者呢？被害者是说，他原本被害者就在餐厅里面的，然后他突然跑了出去找歪头先生，哎，然后他对歪头先生说了勃起什么什么勃起的，歪头先生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他自己开枪，哦，然后就让被害人了解，哎晕厥过去了。没有问题，好，谢谢警官。歪头有先够生荒呢？谬的，要不然要警一点官，时间是？等下30秒后，我们把所有人全部集在这一间房间里面，怎么样？
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， 他也没有喝水还是怎么样啊 ？OK OK， 好，这个都是好谈嘛，对不对？嗯 ，OK。哦，我站在这 ，OK。你是站在那里的吗？我见证人，我都没看到谁，我还可以当见证人。哎，地总先生，帮我站在左边啊！地总先生，杀人凶手。杀人凶手说他是目击证人了，奇怪的诬告。OK， 哎，我先讲一下哈，啊，你们先，你先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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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说，哎，你先说。OK 呢，整体案件呢，受害者提告方呢，现在要对外头先生做一个提告，因为呢，他只是简单单讲了什么，哎，你再讲一次，地总，波奇什么？波奇猴子爱欺魔人，波奇猴子爱欺魔人，他因为这句话而被歪头先生重伤，致晕厥。波奇，没问题。我们警方这边呢，也对歪头先生做初步的笔录，与受害者这边笔录上不符合。你们看你们这边呢，需要私下和解调解，还是需要我们警方就是直接？对你们进行判罚，这样子。首先呢，这个歪头先生呢，有这个先天性助能不足的问题哈。对，因为呢，他呢，基本上呢，哎，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他有先天上助能不足的问题，好了，他有书觉书条，他有书觉书条的问题，嘿，所以呢，他对认知上面其实是有障碍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常常搞不清楚状况，他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去开始舔墙壁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你看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智能障碍。对，他有助能障碍，他有这个对认知上面有极大的障碍了。再来呢，这个被害者呢，其实也是个助障。被害者？我不是，我只是记者。哦，他不是助障。比他哦，对，没错，所以呢，其实说我们这个被告呢，其实是有这个先天性助能不足的问题的。他时常呢还会在随地撒尿，哎。有人在看着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是，然后呢，他撒尿就算了呢，他还会趴在地板上喝自己的尿。装疯卖傻我也会啊，他真的还会吃大便。我也会啊。OK， 我可以理清所有案件。没问题。哎，首先，你说外头先生是一个先天性有精神缺陷，没问题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会常常口渴的时候喝自己的尿，喝肚子饿的时候会去舔墙壁。嗯，他该不会还会喝别人的尿吧？哦，也是有可能哦。你试试看吧。我试试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坏人、欸。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坏人。我的被告上面有严重的认知不足、哦，有严重的认知不足啊，还有这个严重的精神失常，还有情绪管理的问题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他可能还会打。但是讲律师，我跟你讲，你说犯案呢？还是犯案，懂吗？我知道，没有问题。哎，但是呢，我要讲的是，因为他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啦，所以呢，他会没错，换案了还是换案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我们可以从轻量刑嘛，是不是？从轻量刑嘛。你们是不是没有目击证人哈？他说他是目击证人，是季炯先生挺过来的、啊。那目击证人有针对此案有提供什么有利的证据吗？这我们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还叫目击证人啊？是吗？阿紫也是。那才是我妈妈。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妈妈在打我。我跟你讲，张律师，你最好控制住你的那个。不是，这里是警局，你们是警察，我是律师，还要我控制情况？你要不要干脆我当你爸，我管你算了。哎呦。爸爸，所以呢，你们现在呢，你们这个第三方目击证人也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的这个被告呢又有这个精神失常的问题，长官，这个啊，你们那个目击证人，对啊，这个证据不足吧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，对啊，就算我说是歪头开枪，你们也不能信嘛，对不对？不用了，哎，跟他们讲一下，不可能说谎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这起案件呢，你们出去之后做一个私下调解的问题，懂吗？因为我这边判决呢，你们双方都有精神缺陷，对吧？这种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说的。嘿，警官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其中一个，等下还要再进来一次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刚刚问我那个证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
所以被开的一定不会是我。警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害怕，还真的出去了。哎呦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还不是叫老大来接？转给你要费的 Uber 嘞，老大。转给你要费了，不要再有下出了。老大，我们叫 Uber， 才7000块，博起猴子。需要 Uber。我没有，弟弟好像又倒了。我刚才转给他7000块，他又给我嘴臭。7000块也想收买我，国企猴子。对对对，你要低调，你要低调。哎，表弟啊，他选择跟我民主干。表弟啊，原来看两个人吵架在旁边，这么过瘾的货，原来这么过瘾。哎呀，当初我就是很过瘾啊。你知道他平常的感受了吗？我原来这么过瘾。哎呦我靠！我好险，我反应快，我好险，我反应快，我。